如果有机会让你从冥王星拉一个人出来跟你一起表演，你要选谁？一二三，我等很久了呢。来，一二。原子少年，谁可以当你的姐夫？哇，谁？我觉得有可能。好，回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Now News YouTube 频道，我是原子少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冠军。然后，好，大家可以出来了。现在现场有点尴尬，冷静。原子少年，原子少年，谢谢大家。那感谢每周日呢大家的陪同，然后一同见证了我们的努力以及成长。那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的表演也是一次比一次的精彩。那本次主题呢是万有引力，其实就是我们总决赛的前哨战的意思。那我不知道嘉诚你当时的心情是，就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准备这次表演的时候其实就只有很短的时间，是，然后真的大家真的都很辛苦，然后流血的流血，流眼泪的流眼泪，流汗的流汗，我要看血，什么都流血过了，你告诉我，好，流血是有比较夸张，因为战场有血腥的，但大家真的就是用汗水，然后跟泪水来换这个表演，是，然后包括这一次就是我姐姐第一次登上电视。上电视，然后也是蛮替他紧张的。其实我觉得不用紧张，因为姐姐蛮漂亮的。哦，基因的问题，基因的问题。好，好，谢谢。风平，我想问一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谁的成长让你最惊艳？谢经验，有点尴尬，太尴尬。我觉得是红道，红道，红道从刚开始大家看到他可能是唱歌啊、舞蹈怎么样，到现在。我觉得进步很多。我觉得他的表现反而让我会觉得他不像是他那个年纪的样子。对，很成熟的一个表演者。对，陈佑，在因为其实上周淘汰蛮多人，就是进入冥王星这件事情。如果有机会让你从冥王星拉一个人出来跟你一起表演，你要选谁？我觉得我们想法应该一样。一二三，春佑。对，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我觉得春佑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，然后。不管是他在没有上场还是有上场，他都会在后面帮我们加油，对，帮我们鼓励。那我们会觉得说，既然他这么有实力，不应该就这样被淘汰掉。对对对，了解。对，再有一次的话，我们一定场下比我们还要嗨。对，真的，我们一定会把他再拉上一次。他是那种气氛组的，对，气氛组，气氛嗨。Take you home。发现我们其实身上有一个特殊的配件，来，各位秀一下你们的手机壳。这个手机壳呢是由 Castify 赞助的哟。那这个手机壳跟手机背带都是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Castify 这个品牌呢？我现在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Castify 这个时尚配件品牌。它品牌精神是主打 Show Your Colors， 表达真实自我。然后在舞台上面，其实就跟我们原子少年一样，我们都在舞台上面创造我们自我的价值，然后。我们现在身上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
手机壳，然后这是来自 Castify 的防摔再造系列手机壳哦。而且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手机壳上面的边边有这个彩色的点点？这个就是我们65%回收的环保原料，还有旧的手机壳，它去再造而成的。所以它是旧的手机壳，然后打碎这样子。对，哦，蛮酷的，有点工业风，自己蛮喜欢。我想问水星啊，在 Little Bomb 跟这首歌，你觉得哪一首比较难？我觉得 Little Bomb 比较难。Little Bomb 比较难。这首歌哦， Little Bomb 比较难是。好，那你现在可以跳一下小丑的副歌了。谢谢。在小丑这首歌，你有没有特别去做一些练习，像是表情啊，或者是练习的话吗？应该是说他的表情跟表演张力，我觉得其实蛮难的，因为也是后面慢慢的才哇，好喘，你已经开始休息了，还在练会跟超恶劣，硬塞问题。我跟你讲，冷静的好好讲话，就太惨了。今天贵庚？对对对，好来 ，OK， 就是那个表情，可以。好好，我在镜子前面练习蛮久的，就是每次洗澡的时候，有点像小孩那时候讲的，就是在洗澡的时候，就是边对镜子做一些很变态的表情。我觉得那种变态，我不是这样讲的，你觉得不是这样讲？我没有讲变态这两个字，那是你自己讲。小孩，你来示范一下小丑的表情应该怎么做。你这个是那个游乐园会遇到那种那个给气球那种小丑，那个把布，对，模仿我们的嘘嘘。模仿重要，所以就英文哦。好，你就是英文。刘浩慧，你不会要做这个吧？打网球，做这个。哦，应该就一句短短英文这样，然后他的表情是蛮，就是蛮尴尬的，蛮尴尬的哦。God damn， 不是。好，蛮好笑的。没问题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今天的总算大获了，今天又赚。上一集呢，其实成龙有脱衣服吗？哇，对了，小孩这次好像也有脱吗？有啊，一定有啊。那个小孩好像可以不用躲了哦。秀出你的馒头吧。对，你有机会稍微馒头吗？馒头吗？馒头，大馒头。好，这不是馒头，是怀孕的。进步了，不错不错。抽奖抽这个抱枕。哦，我觉得可以，应该大家会喜欢。其实我觉得可以哦，因为边边是什么？好，还有签名，边边都是我们的签名。在我搬起拖鞋之前，尽管 keep shaking， 一眨眼就带着青春的温度。Show me 你的 damn dada，damn 全场被我点着了，别想阻止我，我们 get high。欢迎回来现场，本期节目由 Castify 冠名赞助播出。Show your colors， 表达真实自我。现在有点晚了，可不可以让我们稍微嗨一下？我的嗨一下，嗨吗？嗨起来，好，前日，没有了 ，OK， 好 ，OK 啊 ，OK， 这个是我。
手机掉还是那么帅？哦，完全没发现，超自然。我没发现，超强。从放的时候怎么打呢？懂球技，专业表演者，不会乱的。好，我有做过这个防摔的研究，就 Castify 它的手机壳，它可以防摔9.8英尺。你是不知道9.8英尺在多？我不知道，就大概。我们现在这个摄影棚大概一层楼的距离，一层楼，所以你这个研究手机是很精准的。对，那你要拿你手机摔一下，拿你的手机出来，拿你手机出来，OK 啊，试一下，科学研究嘛 ，OK， 我们要相信科学啊，我们要相信认证的，拿你的手机出来试啊 ，OK 啦。天王星，你们这一次的表演是颠倒，那丽姐的加入对你们来讲有什么很大的改变吗？我们来请武丹说一下。哎，谁？我没看到。就你啊！啊，就是，我觉得有唐丽姐来之后，我们跳舞会，我们跳舞就真的有变认真。因为我们那时候唐丽姐她真的雕了蛮多，帮我们雕了蛮多东西。就是我们以前，啊，可能就算好，大家觉得我会跳，可是其实我不会跳。就是我不会主动去雕，因为我觉得雕舞我没办法一直保持高专注度，而且我觉得。好看就好了，我不会一直强硬说要整齐，还是你手在哪个位置这个，没有那么细雕，我不会雕太细。可是唐丽姐来的时候，我们变得很整齐，我觉得。但是我自己这边的了解，她在刚进去的时候好像是阿边呢，边缘人。阿边，应该说她的频率跟我们还没那么的融在一起。对对对对，而且。啊，好像就真的是有点没搭上，但是我们后面大家就会发现，哦，原来丽姐也可以这么疯，就是有跟我们天王星有那种感觉，所以她刚开始刚刚那个有所保留，有所保留。早就受够你的不屑，不就黑色都被多嘴。还是潜力股，丽姐潜力股。你今天就是要一直攻击我就对了。我觉得唐丽姐她是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发泄了，她很想在台上就是哇，这个对了。她其实原本在土星的时候就有一种很想要就是很 real 的去做一个表演，但是因为我们会有一些动作的限制，一定要做什么，所以她出来的怕永远都不能像刚刚那样。你没看她刚刚走路好像喝醉，她刚刚整个哇哦开了，真的开了，她真的开了。什么？是。又是这种机会，两人四目相交，放电先笑的弹额头。我们自己弹吗？你需要外援吗？我这个这个是会怕的，就是陷害一下，我知道是有机会的。我已经输了，谁输？我明明就是叹气，叹气。谁？这个？哎，那个不好意思，我时间限制，那个笑一下啦，他啦，先笑了。小孩，我第一次看到他的脸这么丑，这么你服不服？服不服？哎，弹额头又可以助跑，我的头发，这样吗？太用力了。好，来，等下你要怎么弹？你要怎么弹？这样啊？哦，完了，轻的。来了，你要往后背。亲嘞，你觉得会有人信哦？哦，我等很久了呢。来，哇！你们很在手下留情的，太痛了吧！哇！这有种被石头打，你知道我刚一瞬间有种被石头打到的感觉。你是以为他额头防摔在吗？额头是这个，可恶！以后要玩那种弹额头游戏，先去 Casty 吧，听自己的手机壳才有分格哦。无情无义，他无情就像出现一个那个无情格，他有没有？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哎。哦，好痛啊！任一首任意节目中的歌，任意节目中的歌。哎，我土星殖民地球，那 Snow White，Snow White， 好，来。哦，有哎，
下歌词什么时候会加啊？最好是啦，忘记并没有，并没有。原子少年，谁可以当你的姐夫？谁？想知道、啊？怎么又是这个问题？我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很多次了。曹在姐还是俊宁？对，哎、欸，那个家人我单身。哎、欸、哎，刚不是，刚不是。喂，我觉得我猜一下我姐会喜欢的类型。好。除了子宇以外，因为子宇那已经他已经那个定了，对，已经开了。我觉得，我想一下哦，我觉得有可能是 Max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 Max 好像也是那种比较稳重的类型，所以我就觉得应该他有可能会那个。哦，你喜欢这种？不知道，随便他、啊，随便他、啊，几岁？生气，自己决定，自己决定，随便他、啊，生气。好，那我姐已经老大不小了。好，那上年纪，你上面还有一个加大冒险。对，大冒险听起来很像是惩罚，但对你来讲好像是一个奖励。哦，对，给你打歌，偷打歌一下，来一下。好，好不好？那可以大家陪我一起唱吗？不想，不想，拜托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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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啊，这个拜托、啊，没有红，没有红，没有红。小红，你先讲一下你要唱什么歌。我要带来的歌曲是，就是我最近有在 YT 上面发的歌，叫做《满脑子都是坏坏》。OK。坏坏哦，叫自己想坏坏。21 summer， 满脑子都是坏坏的想法。21 summer， 梦中出现的你美得不像话。21 summer， 漫步夜空让风吹过头发。21 summer。彷徨无助，看着彼此不说话。耶耶！还有，大家记得帮我们去六位少年的冰放投票，西门摊吧，还有人气投票出道，大家没有错。现在冰放投票其实非常的激烈啊。那在座的六位呢，其实就算是冰放的前六个人气王吗？应该算是人气王。对啊，那来各位就是自行拉票一下，先从你。先生，请自行拉票一下。就是呢，大家赶快上冰放帮我跟嘉诚投票。我想跟嘉诚一起上开班，拜托，拜托大家了，求你了，拜托，谢谢大家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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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知道嘉诚今天这个态度是什么意思，但是我喜欢，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哦，拜托，好，来换这边的洪明先。谢谢大家帮我投票，还有我们还要持续好几天。大家加油！帮我们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不用啊！哇哦！没有，我们能不能上刊板给大家看的话，就靠大家啊！对，如果我们两个那什么刊都有上刊板的话，我们两个就脱掉上衣，顶大太阳去西门走一圈。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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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脱上衣走一圈，不是这个乱讲，不要乱开嘴巴，乱开嘴巴，开玩笑对吧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出包。那我就不多说什么，就是再麻烦各位军团们帮我投票，谢谢大家。IG 留言上面置顶有我们专属的优惠嘛，叫做15 Atom Boys。再讲一次哦，15 Atom Boys。很重要，所以再讲一次。15 Atom Boys， 没有错。然后呢，就是上面有我们购买链接，然后你输入这个优惠码之后，就有85%的优惠哦。没错，错。让我们期待下周金星、火星以及地球的表演。拜拜，拜拜。演默剧，是这个声音吗、啊、？Hello， 大家有声音吗？喂喂喂，有声音的话，帮我聊天室刷一排6666。哦，摔过鱼丸没有声音吗？尴尬，摔过鱼丸。刚刚李杰说你在变，真的假的？那个平安丸，小白板。喂，那个有声音吗？如果有声音的话，帮我在聊天室刷力杰才是边缘人。耶、yeah! yeah!。没声音，还有吗 ？Why？ 我们是喇叭的，我们是喇叭的，喇叭的，喇叭的，喇叭的。喂 ，Hello，Hello， 有声音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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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们看，你们猜这个吗？我们在喊。
这个有声音吗？有声音吗？其实根本不，其实根本不是那一集。四号，什么东西？现在在拍二号机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哦，是哪一集？对。靠近一点，还是没声音啊？靠近一点，还是没声音吗？喂。然后我们是地球，地瓜球。我超想上台喊这个。这个吗？那我们就当平常在玩。什么意思？哎，我要当天王星。你的抖哎，你脸的肉酸酸酸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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